花友们好，这期又继续开箱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已经把箱开好并且种上了。左边的是一颗凝皮玉，洋名叫 Pseudolithium-Ni-R-Kina。 别看它长得像仙人球，其实它是罗莫科多肉植物，分布于索马里东北部，开的是臭臭花，外形长得像石头，媳妇说它像癞蛤蟆。这位兄弟是隋的赠品，十二棱的肋骨牡丹，也叫夜颜玉 ，Conner178， 杨明金 N O K A I I， 跟 Open You Run， 曾经火红一时的网红佳品，现在沦为赠品。所以说，网红不宜高追，像有些容易繁殖复制的品种，库存量大，不容易消化，市场基本饱和后，价值会下降的很快。不过这个肋骨品相我还是非常的喜欢。